然后橡皮擦。哦，橡皮擦请擦，哎呦，把这橡皮擦，哎呦，哇，哇，哇，橡皮擦，哇 ，DJ 少，你这个橡皮擦，哇，直接绕着往那边，哇，哇 ，DJ 少，哇，好强啊，直接绕着，哇，你这个走位，哎呦。如果你还没有帮我订阅频道的话，快帮我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影片是关于我们的第四支星舰战机的美术的一个基本概念哦。在前面一篇跟大家分享过橡皮擦的玩法，还有一些实用部，我们给大家来打讲一下那个基本的概念。首先它这里面的技能其实都不太会痛，我们带是三个奶，大家看啊，这280版不满意，还有一个是啊，今天晚上我就不可以回家了，好气啊好气啊。这两种呢，一种是下雨，一种是有温泉。像这种温泉的话，只要拿石头盖在那个泉眼上面呢，就可以让它不要产生水渍。还有包括那个下雨的部分，那树跟着乌云走就不会落下这个水渍了。这边建议大家不用理它，让那橡皮擦来擦掉。我们所有的橡皮擦头上擦擦的就是橡皮擦嘛，你在走位的时候注意一下，然后把周围的素材包括这个水坑擦掉就好了，因为没有擦掉会有缓速的部分啊。那我们的输出跟我们的奶呢，就是慢慢去避开这个橡皮擦即可，做一下提醒，不要为了这两个姿势然后特别在里面跑来跑去啊，因为如果你去走姿势的话，输出会不够。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我们让五彩斑斓的黑，五彩斑斓的黑呢，就是要给我们的这个美术为八朵花。那这个时候他在走比划讲话这个时候呢，是可以按三下键的。像他这个又是下雨嘛，这我们还是这样不理他，继续打输出，让橡皮擦头上被选中擦擦人去把地上水擦掉就好了。那美术的部分就摆八朵花，这个美术的部分大家可以来看一下，他这边总共就三个姿势，来看一个简简单单的五彩斑斓的黑。他在讲话的时候，你就往下，我们一队是靠左边的素材，右二队是靠右边的素材，往下就拿花，快速。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能变花了，但变花也是有缺点。哎，你看有没有变成橡皮擦这样花里面了？哎，摆下去，摆好八朵花。如果你的八朵花没有摆完的话呢，它美术就会变成，就是会变成八滩水。这个八滩水要把花摆完了，我们就要快速把花摆下去，就解决了这一部问题。你看我们因为没有摆完，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摆完没有关系，让橡皮擦过来擦了就好了。我们走位的话呢，稍微走开一点即可。这个姿势其实也蛮简单，没有那么复杂哦。但是因为我们在一开始玩的时候大家不了解橡皮擦的玩法啊，所以就死掉。还有一个大家注意的是，因为场上有很多朵花，他们会有一个这个就是实心空心圆的技能，实质上不是很痛，奶只要拉好协调就好了。那我们在这个没有结束的时候，橡皮擦没有擦掉地上的水嘛，那我们的奶们呢可以把素材花从我们拿去丢到正上方的素材库，然后我们再继续拼花的部分哦。那我们通过美术最重要的玩法是来到拼美术的图，总共有两波，一波是在55%的时候，一波是在20%的时候，大家右上角的图，总共有七张图，大家注意一下，这张图算也算运气比较好的。那我们第一队是管左边的素材，第二队管右边的素材，橡皮擦要去找田字格，这个图是 OK 的，左上右上大家有翻那个田字格吗？去找田字格做一个转圈圈。那我们的这个飞姐呢，因为她我是指挥她去最上面横的四格啦，横的四格其实不太容易，因为橡皮擦如果死掉她会随机换别人，那你可能就会把路上的这个素材给擦掉啊。我们中间会有一条完成进度，大家一定要在时间内把它完成，不然就会GG。所以呢，我们的橡皮擦的表现跟我们的其他成员拼图的速度会决定能否通关。好了，大家给看啊，下面给大家看一下实战通关的部分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检，希望大家能顺利通关。来慢慢跳吧跳吧跳吧，就像是像其他的 OK， 就是橡皮擦也 OK， 就是标图。一样不用理他，等下下面上来擦水继续打。这个是水坑，等下慢慢擦。有看到水坑的擦。水坑的在周围擦，水坑的擦，自己靠近来，我们就往外拉点。橡皮擦靠外就往外拉点，那个很明显的。橡皮擦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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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中间有两拖水，等一下下面那两拖要踩一下，不然会一直踩到，近战会一直踩到。还有第二拖，等一下是五彩斑斓的，哎、欸，他已经不出五彩斑斓的黑了，是嫌弃吗？
我呸。下面擦擦水，不要呆站着，不要擦水，下面擦水，擦水，擦水。放我，放我，放我 ，OK。擦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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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水，擦花，擦花，擦花，擦水，擦花，擦花，擦水。擦花，擦水，擦花，擦水。离开那个素材的地方。对对对对，离开那个素材的地方。对对对，很干净哇，泡哥很干净。下面还有水，但有机会擦掉。拼图了，拼图了，冷静点，冷静点。左上角十字跟右上角田字都可以啊。树要很多，树要很多。树树树树树树都缺树，缺树缺树缺树，这边还有棵树，树树树快来放树，这边下面一个树，左下树左下树，对，放完了吧，放完就不要动了，放完就不要动了。还有一个，还有一个97%，我放不下去了。我在最后一秒放的，我在最后一秒放的，那个花都没看到。刚直接一个人类反图现象。下面有水，下面飞姐，下面离开下面的位置。等下下面再擦下面的部分，我就丢了素材。下雨不用理他，下雨不要担心，下面他在擦素材，擦素材，不然擦水就行了，继续打。没差就擦水，素材我们慢慢清。对，橡皮擦擦水，那就是喷泉啊，中间有喷泉，来靠中间啊，橡皮擦，但这两个橡皮擦哦，两个橡皮擦哦，来擦中间哦，离开中间水区哦，中间都有两个橡皮擦哦，救一下，要那个月救我，救飞姐，然后换橡皮擦，不要紧张啊，这个技能不会很痛啊，拿起来就可以了。飞姐站起来，飞姐快站起来飞。你叫他飞去哪？还要播在拼图哦，就结束了哦。下面他加油、哦，最后一个拼图哦，拼完结束哦，拼完收工哦，进来哦。哦，中间那个有十字，所以这个好，快去快拼，快去，橡皮擦赶快去，不要担心，橡皮擦不要害怕，去中，不要再不是左上角那哦，是那个十字哦，田字哦，对，就那里，就那里，很棒，很棒，就那里，你坚持住。左下的树，对，左下的树，中间一朵花，我摆了摆，然后右上，正上面这边两朵花，不要再上，往下面一格，那是素材的地方，往下面一格，往下面，飞姐一直在擦掉我的东西啊，飞姐，往下面一格，哇靠，吓到，就吓死我了。他在最后判定擦掉之前，然后你刚好放下去呢。干，我嘎仔，花花花花花，吓死我了！花花花花花，其实我觉得也不用理他，你不觉得吗？就当一堆水而已。这边花，拿掉。还有朵花，还有朵花。哦，有，放了，橡皮擦去擦，橡皮擦去擦。打他，从花放放就死了。飞姐，擦掉。哇！这不会痛，下面，这不会痛啦。打，快打，快打，快狂暴，打，